速的摆动。OK， 他们其实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哦。那我们刚刚呢所看到的舞蹈呢，其实是大溪地传统的战舞。那战舞呢，其实不一定是打仗的时候用，有时候可能是丰收或者是节庆的时候，他们会用来庆祝。那刚刚啊，我们是不是有听到在跳舞的中间，一直有人在边滋，然后这样还吞音的声音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是帮助他们可以哇跳得更开心，觉得说哇我们这是呼喊呐喊的声音，大家一起来学学看好吗？用你的肚子用力哦，然后发出啧的声音，好哈，啧 ，OK 可以吗？好，来预备，一二三，哇塞！等一下呢，大溪地女孩再出来的时候哦，我会给大家口令哦，然后大家跟我一起啧。